你吃饭，今天有挑战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挑战几个？四个。妹妹也四个呀。对。爸。好，四个。每人就六个来，等一下擦掉，一人再多两抽。等一下那个。没有，我才这样子而已。是啊、哦。你今天不是六个乖乖章吗？好啦，还有再一个。你今天几个乖乖章？还再一个。六不是六个吗？你们都四个吗？好吧，就让你跟姐姐一样都四个好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托姐姐的福。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。六月一号，星期一的抽走了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酸又好甜。每人十块零钱，一人多点抽，你的乖乖章，再刷掉吧。两个都十个哈，刷掉了。爸，你怎么一直没有成功？你才第二次而已。那算爸爸成功，爸爸你也可以擦掉。那说爸爸可以抽擦掉，成功取一抽，每人多两抽。你有大胆吗？没有大胆。那你有大胆吗？没有大胆。那你有一种错。吃，爸爸说吃西瓜就可以中大奖。跟我说吃西瓜可以中大奖呀、啊？有啊。215，我是吃芒果。215一个小的。以前没中呀、啊。对。我中了一个小。我杀坏。哎，这是抽到说要先抽掉。哇、哦，你中了什么？没有看过的。角落生物。这是角落生物纸胶带。Andy。今天的抽的，那我下次结伴。你就是在吃西瓜，你才抽不中的。你说抽西瓜，你说是在抽西，你说吃西瓜可以中大奖。嗯。可是是吃芒果才中大奖。胳膊开机，胳膊关机。没有设定啊。今天你去爱校服务一下，对，送你一个乖乖章。厕所好，说厕所你可以。你说学校的？对。没办法、啊。厕所本来就很臭啊。爱臭服务一下。太臭！太臭！太臭！来让我厕。很可爱啊，不要丢掉。对，我来爸扁扁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画一只狗狗，它在扁扁的。我会画，要不要结伴画狗狗？我会画狗狗，可惜的是你。那我等一下。别写干。来来，我画，我画，我画。你画狗狗。那我顺便画点心干。那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个大屁，小大屁，小，小，这里可以开。六月二号，我知道。啊，二月六号，六月二号，星期二的出生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爱臭服务。乖乖章，每人一个乖乖章，这个可以吗？我小橘子乖乖章 ，OK。一，哦，是两个数字的。105。我是个宝贝，宝贝。姐，我最大是173。嗯，既然抽这个已经快。为什么不要三块？
现在要做什么？芝麻饼。现在做什么？香肠。香几个？108个。好。啊？有证据吗？108。我看。108。我看，给我，我们要看。19个啦。19我的号码。还给我108的。来，妹妹奏乐。噔噔噔。看我。奏乐啊。来，3、2来。多一个又没有关系，老板都会送一个，买一双的。好 ，Andy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特色了，好，期待夏天吧。开始啦，6月3号，礼拜三。那你告诉我。我看啊，因为我忘记了。6月3号，星期三的错错了，3、2、1。哎，我少了一个乖乖章。为什么？这里要少了一个。我盖了零用钱乖乖章。姐姐有迟到吗？没有啊。有按下服务吗？有。好，给你的乖乖章。每天没有迟到，每天乖乖上学，就每天一个乖乖章，好不好？当天有当天领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当天生气，当天就没有乖乖章哦。好了，快点。给你站。可是我昨天不想。小胡，快点。你好笨哦，你是树。你是树。我们现在变快侠，快点。这边我会用快转。我影片会快转2倍，你们讲话就变正常了。这样太慢了啦，快点。好，今天没有，今天都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，再说今天没有，台上请好，收走。有吗？那，来，妹妹快点数，快点数。妹妹你有大电了？真的有，我知道。今天有，今天有，今天有。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什么？我跟你讲啊。不要这么凶！不能画鼻子，不能中几个？三个。三个！我刚才跌倒油嘞。175，是我错。哦，妹妹你真的来自招。来，姐姐你赶快上来看。沙画成一。沙画。爸爸香香香尾，沙画成一。爸爸像一个哈。两个沙画呀，里面还有吗？嗯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两，还有两。还有两个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还要再搓一个，还要再搓一个，然后再搓另外一个。哎，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？又是沙画成泥。你第二个沙画可以可以。可是我三个沙画。不要跟我说4个沙画都搓完了。刮画成一。好、啊。沙画自己选。沙画刮画，我要这个小女孩。我要这个。好。妹妹，你有两个沙画，你还可以选一个。人家都
前面你造一个瓜画来，瓜画。爸爸，那一个红色忘记装了。对呀、啊，人都掉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它没有破洞、欸。好、哦。太神了。太神了。只有一粒沙画、欸。哇。要钻进去。那我们接着吧。三、二、好。一。6月4号是集市的抽抽乐，三、二、一。妹妹画的，喵喵。小的要快做完了，下礼拜可能就要再做一个小的了。嗯。沙画。妹妹选一个。那这是星期四的抽抽乐，让我静一静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上面的每天分享你的动画资讯。这一篇，再见喵。6月5号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 呢？阿美的妹妹刚刚画的猫咪在拔牙，她今天要拔牙拔不掉。我来看看可不可以立起来。快点！立起来，相持一个。好，快点啊！哦，垫下去了。哦。干脆在端午节立前好了。我最大是211，我90，都没中，只最后一个，怎么一直抽不掉？难道最幸运的要保密吗？零哎，看到零了，240。240啊！我的哟。厉害，最大的被你抽走了。大的、哦。对啊，最大的。那你抽。果然是大脚拍度。沙发。我以后先按比例来放。选几个呢？看一下，他们没有21个。21个，来，选一个。那我要椰子树。里面那是什么？看米。几折粉是不是？看米。这是什么？35。335那个贴纸的。哇。15个。希望是12个。12个。这么多贴纸啊。11个来，核对观众来看是12。对，现在那我们就清那个102个。嗯。好，那21个。好，21个。几抽？两抽啊。好，那先给你抽。203，我最大是203，我最大是179。好，妹妹两抽再给你，抽完再拔牙。确定拔得掉？拔不掉那个啊，反正都要拔的、啊，明天再拔也 OK 啊。但是你先抽啦、啊。怎么是弹珠？哦，终于又有弹珠了。还有什么？会
付的啦。再送你一张，你要什么？要送哪一张？刮画吗？不要。沙画。为什么白鸭是刮画沙画？那就送你一个那个沙画来。抽中弹珠的，不是拔牙多，是抽中弹珠才多啊。Ending。今天的抽抽乐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，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六月七号的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今天抽零用钱一抽，姐姐弹钢琴一抽，你有大大吗？你有弹钢琴吗？姐姐三抽，妹妹两抽。妹妹三抽。哈？妹妹昨天爸爸说什么？爸爸说要多给你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拔牙齿，你说两抽了。昨天两抽，拔牙齿两抽，你抽过了。然后拔完以后说，我再多送你一抽，因为拔牙齿不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来看昨天拔牙齿，哭得多惨。我们开始，现在是放那个。妹妹现在牙齿拔掉真可爱，你一生疼，你一辈子疼，只有这个时候会这样缺牙了。我已经缺牙好几次，啊，都没上，缺很多洞，洞，全部都洞。2020、2023年有爱你，就是这个礼拜的抽抽乐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订阅我。